在一起，就算天空下雨是坏天气，太阳居然会真真假假是生气，原来渴望知道我撞到鬼了啊！鬼呀鬼，灯笼眼睛血盆的鬼，鬼呀！哎，就是那儿。哎呀，哎，刚才那个是小脚环啊，他刚才唱那个鬼呀鬼，我想起来个事儿，马挑水啊，碰见鬼了，跟真的一样。鬼啊！大白天的不要乱说，你看。我能骗你吗？说了是啥？就在那个码头牌坊下边，早上起得早，碰见个鬼，手这样托着头，那个舌头啊，天哪，都这么长。你弄啥来？你弄啥来嘛？你弄啥来嘛？掉进去？是你吓唬的我，跟我又没有关系。就这一下，没有钱了。哎呀，开门生意不给钱跑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我弄疼了，你还想要钱，一分钱也没有。哎呀，免费给你捏个脚行了吧？真嘞，你看你我样子，嗯，那都中，你早说嘛！来来来来，就这个脚，哎呀，你这个脚呀，我这个脚咋了？强奸去！哎呀，请坐，客官就来了。慢用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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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哎，听说那不是吊死鬼，是淹死鬼，头发这么长，挡在前面，一身水淋淋的，连脸都看不清楚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就不懂了，那叫水打棒。人要是能看清那鬼的脸呢，那个人呢就活不久了。哎，你说那马跳水还能活多久啊？那个马跳水能活多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反正上次我在这儿喝酒的时候，他就坐对面，那个脸色哟，反正不太对劲儿。你说这马跳水这么硬朗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就会撞了鬼呢？喝酒。掌柜，你晓不晓得马跳水遇到鬼喽？安居镇人人都知道，我会不知道啊？再说了。这安居镇就这么大点地儿，街头的叫瓶子倒了，基本都听得见。我们安居镇都好久没有闹过鬼了，我掌柜的，不晓得是哪股邪水蒸发了。啊，闹鬼了！闹鬼好啊，多热闹啊！以后咱们就有戏棋看了。春娇，闹鬼有什么好的？小姑娘家家的，早晚有一天呢，让鬼把你带走。那等今天关上门，我把马跳水喊起来，还得慢慢给我们摆鬼吗？啊，好。那不如把文先生一块儿叫过来吧，他见多识广的，在安居镇呢，居住的时间又长。那文先生来，摆鬼的鬼哈，不要写那些算计计的事哦。这我可不敢打保票了。这文先生二两太白老酒下肚，万一失性大发，再吟上那么一首《风流妩媚蜀照》嘛，玉里嫦娥谁比他？千年等来万年盼，何时下凡到我家？我晓得了，你要是那个喜欢的话，我都喊文老师他们那一堆诗人专门写你跟你表哥的风流韵事，一写都写个十几二十首，我到城门给你贴起。今天清晨我下河边的时候，清清楚楚看见一个女的在。
在洗衣服。我把水打满了，转过身一看，这个女的就不见了。再一看，下河边的几条路都没有影子。你们想一想，就两桶水的功夫，这么大个人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本先生你怎么看？范叔，去拿点花生吧。哦，张妈，打二两酒来。哦，陈老板，我想，哎，范叔，是不是你什么时候考过了光绪年间的秀才？哎，进过重庆城，闯过汉口码头，你就能和文先生一样了。就是嘛。哎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干嘛呀，张妈你？买不起镜子，买个人我拍了照一下噻。安居正啊，上一回闹鬼那还是宣统三，不光绪两年的事情。陈老板，那次你装鬼那个事情不算啊。文先，你说鬼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吗？你本来就是鬼。嗯，那还不是被你逼的。说鬼说鬼说鬼。说的是安居正。早年有一个姓白的女子，男人呢在涪陵开榨菜作坊，找了点钱。俗话说嘛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这男人呢，有钱就变坏。绝对哦，像我文一平，早些年家道殷实的时候，也没有变坏啊。哦，我接着讲，接着讲。这个男人，他找了点钱以后，就要把老婆休掉了。这个白家女子想不通啊，就跳了大河了。哎呦，冤魂不散了。变成了水鬼，闹了好多年了。怎么个闹法？那个河里冒出一个女人的脑袋，再后来上半身也有人看见了，再后来那个水鬼干脆就在水上飘，这飘啊飘啊，飘得很快，从河这边到河那边只要半只眼。马上死我的妈呀！龙药师，人吓人吓死人呐！哎，你平时都是对，你今天晚上怎么来这么一套啊？你人家乐意呀！哎，马师傅，你想一想，你早上摸黑起来挑水，要是看见一个女人，长发披肩，水袖飘飘的，在那个江面上啊，飘过来飘过去。飘过来飘过去，那才黑人哦。任先生，那个淹死鬼后来为什么不闹了？是不是请了什么和尚道士把他收了？对呀，和尚啊道士啊请了好几个，在那个河边
又是做法，又是烧符纸，还把他男人请回来给他烧香啊赔罪啊，但是没有用啊，收不到啊。门撞坏你要赔的。饭什么饭？陈家酒馆不卖早饭，午饭还早。有鬼啊！鬼！马大水，马大水。哟，李班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？你看你这吃个饭，镇长可真大，还背着枪。李班长，你是怕吃饭有人抢你筷子啊？本包子不是来吃饭的。那你就是来住店的哦。你是要住一个双人间呢，还是单间呢？本治安员他也不是来住店的。那你们来干嘛的？我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调查水鬼的事情。马挑水生病了啊，镇上的人吵得河翻水翻的，那些婆娘除了中午都不敢到河边洗衣服了。李保长，你一不是和尚，二不是道士，这捉鬼的事好像不归你管。陈乐天，我看你也是上过几年洋水堂的人，应该晓得本保长那要放到大清朝，本大人也是十几品的朝廷命官，老子晓得。但凡地方上的事情都归我管。李朝廷命官。闹鬼这事吧是从马条水那儿起的，你问他们，你问我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保长大人，既然你今天都来了，你把上个月的账先结。这个以后再说。本保长那绝对是先公后私。马条水高烧胡话，不能接受询问。他最后见的一个人是范厨师，我想了解一下他给范厨师说了一些啥子。里边请。范厨师，大路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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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弄转蹭，转动转工转，撞，说了的，范师傅，鬼，就这一句，就这一句，我一个字都没了，那是下得不轻哦。李班长，您啊，身为咱们安居镇的一方父母官，这件事情你是推也推不掉，挡也挡不开，随便怎么着，你得还咱们这一方平安吧。那个不消说，本保长那也是吃朝廷俸禄，哦，这政府俸禄，身为一方父母官，自然要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。刘心眼，等一会儿，限你三天之内将水鬼缉拿归案。刘占元，你这个卡了子儿的枪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啊。就凭我这把五年打响过三回的枪，这开什么玩笑。包长，等等我呀，包长。吓老子一跳。
刘先生，啥子事？没什么事。没什么事，你挡着我干什么？让开！好狗还不挡路？哎，不是，这狗好不好也要看主人啊，主人不讲道理，这狗也不讲道理。刘先生，看着你这些年忠心似狗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挡上风的路都不予追究。说，啥子事？保长，你说那个事儿，就干不了。我晓得哪个回事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要几个补贴工嘛。你回去自己想几个名目，我给你打报告。哎，不是，波老，你也不想一下啊？你打报告领补贴这种坑蒙拐骗的事儿，我什么时候做过？你也不想一下啊？五年前在糖水坨捞水打棒的卫生补贴、疲劳补贴，三年前在大巴山捉土匪的弹药补贴、惊吓补贴，我是一分钱也没拿到呀。我打了报告的噻，你也亲眼看到我打的报告噻，只不过那个时间是长了一点。我们把报告从镇上交到区上，区上再交到县上，县上交到专区，那个专区再交到重庆府，那个一上一下，就要几年呀？那行，空话不说，你先把三年前的那回你给我补上，我现在就去执行公务。刘贤，你这眼同志。少来，我跟你说，老子可没有害过。哎呀，刘兄弟，新贵老弟，你也要体谅下哥子们的难处噻。那个区上给我们镇头每一年的办公经费就那么一点，补得了东墙就补不了西墙。算了算了，我个人掏腰包给你发补贴，可以了噻。哪个喊我李某人那个忠于职守、勤政爱民呢？牛皮不是吹的，那火车不是推的。你要给补贴，你都得先说个数嘛。那个，一天三块。一天五块，干了的发。十块，发了就干。不，五块，干了的发。我跟你再不接就我就不一口价。五块，不说了，发了我再干。呸！你个姓李，你也有公德心啊？哎，镇头的公务费哪一年不是你宴请舅子七大姑八大姨给用完的？你一个姐姐，你就有八个姐夫。掌柜的，你这要不要零工？端菜洗碗抹桌子扫地，谁来干那个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来干。丁大嫂，不是我们不成全你，你看你这手里揽了五六家的衣服要洗，每天还要给豆花馆点两锅豆花，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做这么多事儿啊？如意姑娘，都说你心肠好，你是观音菩萨转世，你就发个善心，赏我几文钱，给我那年老多病的婆婆买点药吃。我懒得活是多，但我手脚麻利，那可不是谁都能比的。哎，好。丁寡妇人不错，你看她上有老下有小，让她多找几个钱。你看她。这丁大嫂也太麻利了吧，这来无影去无踪的。咋回来？啊，那个客房里面的包单毯子啊、枕头套子，都是你收起来洗了晾了的啊？我今天一天都在下面忙，还没时间上去呢。这工啊，我可抢不了。哎，你们谁心肠这么好，把那个厨房给我收拾这么干净啊？那么大老碗全给我洗了。哎，赵妈，肯定是你吧？对的，不要对我这么好哦。我都是喜欢对你好噻，神经病。手脚麻利，眨个眼就不见了。哎，乐天，你过来。
知道那个淹死鬼是谁了。如烨，你呀就积点嘴德吧。人家刘队员好不容易搞一回补贴，你别跟人家挑明了啊。李朝廷命官，来，好，好，你看见刘心眼没有？李保长，刘新贵是不是被淹死鬼拖下水了？哎，那刘新贵这个叫为国捐躯，因公殉职哦。这没用的东西，就知道要补贴。说好了每天上午把头天晚上的情况向我汇报，你看都中午了。人都还没看见。来来来，包长，包长，刘专员，一夜之间你就这么有文化，知道油爆琵琶半遮面了？包长，每时今天早上4点多，在河边豆腐吃一顿，准备捉水鬼，突然就看见一个女鬼从河中心冒上来，背着是举枪一声，突然想起来。前两天卡在枪管里边那颗牙子还没有取出来，于是卑职是奋不顾身上前将女鬼紧紧抱住。放开！当时那个女鬼也是这么说的，放开！那个女鬼就施展邪法，将卑职打伤，然后潜入水中跑了。李保长，李保长，我不受人欺负。大家的丁寡妇先起来，有什么冤屈尽管说，本保长身为一方父母官，抚慰保护理解体谅安居镇所有单身女人，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今天早上丁夫在河边洗衣服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人，一把抱丁夫的腰抱住，抱就抱吧，他还闹出乱泼，老娘就在他的脸上挂了一刀。原来是你！我不是，哎呀呀，我也是被您出卖，报一报平安呀！报告！都怪卑职无能，不能体恤手下人的疾苦，不能以身作则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亲自挨上这么一桌。你个老娘，我打不得，打不得，打不得！我是朝廷命官，打不得！呀！良辰美景奈何天。一条石板铺成的路，两边有特色的旧房子，里边每天都藏着很多新鲜的故事。看着人来客往的脚步，日生总是有风风雨雨，悲欢离合散了又聚，到底是何从何去？人来客往，我们还是要在一起，就算天空下雨是坏天气，太阳居然会真真假假是生气。人来客往，